当时岛上我记得大约是原地的住民只有1400多户，总共也就是5000多人，这么一个小岛，没有水，没有电，也我们在岛上当时见到了唯一的一辆车，是个三轮的那种小的这种小拖拉机，手扶拖拉机，就是岛上最唯一的一辆交通工具，就这么一个条件，所以看到之后简直是就懵了，这怎么玩法，没把我玩呢，说我都是造码头的，但这个码头跟我以前造的码头完全是两回事，说是港务，说是港口工作，对，但对你们来说其实是全新的，全新的。第二个，这个桩怎么要把它打下去，你找到了这个点你还要把它打下去，怎么打下去，这个和以往又碰到了难度，因为这边的桩太长了，太深了，太深了，打得太深了，所以常规的过去的我用8吨的榔头锤就能够打的，到了这个地方就不行，你的机械设备也不够用了，高度也不够，我们就换到12吨的榔头来打，才能够把它给打下去。这个稳桩最难的是一个安全问题，因为这个地方呢这个水流比较急，还有水流问题，对，我们曾经测量过这个表流速啊，这个海水最高的时候表流速曾经能够达到每秒要超过2米，这是个什么概念，每秒2米，就是这个比如说一个球或者一个东西放在这个海面上1秒，它就2米就出去了，走2米，对，所以呢刚刚像我们杨总讲到的，这个打好桩之后第一件事情要把这个桩稳好，但是在阳山最开始建设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设备能力其实也是不足的，我们的这个施工的经验更加也没有，所以呢是经过相当一段时间，大概要超过大半年的时间，解决了我们的设备问题，建造了中国第一条国产的打桩船，我们港工的最高的88米的阳山号，为了做这件事情造出了最高的打桩船，所以这条船的设备也是新的，这个名字我们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阳山号，由此来得名，我就是为阳山而生，就是为阳山而生。阳山时期跟传统的码头的不同主要是无人自动化，所以在这个整个这个封闭的这个自动化箱体里面是没有一个人的，那么当时是在这段钱老师，我们这段时间呢正好也是国际上面这个自动化码头也在逐渐在兴起，在欧洲自动化码头他们研究的时间很长，他们也经过了20多年将近30年的研究这个自动化码头，今天我们上海港这个技术水平或者吞吐掉的水平，我们要代表国家，我们要走向世界，我们要在国际舞台上面竞争，你们的技术储备实力要让自己始终处在世界一流水平上，走与时俱进的自主创新之路，这是我们国家永远的发展方向，对，你靠国外核心技术是拿不来的，这有靠我们自己，靠这种精神，阳山精神其实也是我们上海精神的很好的诠释，我们讲的是海纳百川，追求卓越，对吧，然后这个开明睿智，大气亲和，实际上也是对阳山精神来说，阳山精神是上海精神的很好的一个诠释，也是我们国家在这样改革开放的这个40年的今天，我来判断这依然是给我们强劲的动力。